我是住在基隆岛，我的名叫王木才，我今年是属兔啦，1963年，以前是渔夫啦，到现在我才慢慢创业起来咯。那时候我买船来这里做，做一点小生意，慢慢做建起来咯。所以做到现在啊，我自己有做了这个自己的鱼行，批发鱼咯。抓鱼的真的很辛苦啊，有时风浪很大，有时啊不是每天都抓有的，有时抓有时抓没有。我们出来的时候啊，时常是有这一点风浪大啊，啊有时风很大，有时遇到啊，我因为基隆岛的岛是靠近它的海域，靠近印尼，你要靠近公海的时候啊，印尼船啊海警时常有时来抓去，因为这个地区啊很小，你再过就遇见印尼，再靠近我们政府又不给我们抓，所以啊在这里生活真的很困难。那个意外的东西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啊，只有啦顺着顺天而已啦，我都不知道要看怎样去想象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。因为这个时机啊，我们立这个遗嘱好处就是说以后我们不会后起之忧啊，我们不用想这样多，因为啊我们已经安排好了。我希望啊我们这里的人啊，希望能够啦去想远一点，能够立这个遗嘱是真的对我们特别的好。